有一间用鸡控四点钟做高汤的餐厅，可以说是好吃俗搁满期。右子，这入口接待处有设计过哦。用餐的环境真时髦，刷的阁真清气。今仔有五六个爱食的人准备来遮试滋味，先来探一下厨房者。这是黑蒜，对，是云林的黑蒜头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那是什么？蒜头炒的。哦，蒜头去炒的。对。哦，那是要做什么用的？黑蒜头拉面，类似汤头用的。哦，汤头用的。哦哦。鸡汤，然后还有那个鸡架子等等之类的原物料下去熬煮出来。对。它所以要熬煮啊，炒煮瓦布的时间。4个小时。四个小时啊。对，至少要4个小时。啊，这鸡肉什么跟我们点别的上面蒜这个其他。没有，就一般的鸡架。一般鸡啊，有没有？你说一下煮的物件拢是用啊，用迄个鸡汤来去用，做纯粹的对。鸡汤，我都用鸡汤哦。对。哦，啊，所以这卡就是上重要的，对吧？是的，没错。这个是粗面。啊，这个呢？然后细面。细面啊，这细面也很 Q， 然后可是粗面的话口感会更好。啊，是用特别去请面制面厂赶紧做的对吧？啊。鸡肉的，然后这边是叉烧肉，然后这边是锅烧啊，汤底我们都是鸡汤。然后饭类的话，只要是你有看到有温浴的，它都是有温泉蛋的，就是有点生的蛋。哦，温浴就是有温泉蛋。对，就是比较生的蛋。哦、然后炒意面的话，我们意面都是两球意面。哦，两球的意面，哦，分量比较大。然后秘制炒面是炒这个的粗面。啊、哦。就是白面条。哦。对。然后秘制酱就是这种秘制烧肉的酱，嗯，那挂面是会辣的，然后是瓜仔肉的肉燥，然后看你们想要吃什么口味。好，谢谢。参菇，请你自己客，给家煮耳朵去，我刚给我煮耳朵，现在你们给弄坏，那个啦，啊、泡菜，泡菜跟那个猪耳朵了，猪耳朵。好来，起来我看看下，好，好，好，行，水要加倒啊。可爱，这个最红的吗？嗯，我不知道。我推荐的。我难道推荐？来，啊，我小碟子应该被解小碟子在丢哈。嗯，对。小菜叫一堆啊。黑蒜什么面吗？黑蒜的细面哦，细面、嗯、哦，叉烧的，然后又叉烧，嗯、然后还有一颗蛋，温泉蛋，温泉蛋哦，半熟了，哎呀，那、哦、它这个啥，那个蘑菇哦，哎呀，我穿的，嗯，这是日本小做法呢，啊，这几碗偌济？100块。哎，安尼嘛是拉面啊，够唔咪？是啊。110，好吃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我刚看见你面条好好吃呢，嗯哼。麻辣锅烧意面哦，那叶条拢伫下边啊，蟹肉棒，阿妈，阿鱼丸啊，有阿个五八吼，有。面，面，里面来这有啥？辣。有肉，肉，两，对，那鸡的肠啊，都半粒的了，五百四，还有那个糖心蛋，嗯，薏米两粒，啊，薏米两粒哦，哦，你这人吃三分的，你是够用的，你跟大姐无啊有关系啦哦。差了没了，差了没了呀？那个这味有出来，味有出来，哦，所以你介意就对了啦，吼、哦。
看你有啥物？料拢过，料挺多。过烧意面。对啊，伊是本无拿来，阿妈用同款毛蟹肉棒啦吼。拢有啦。肉啦，蛤蟆啦，嘿啦，肠啊啦，啥拢有啦。这是甲传统的锅烧意面有一样无同，佫有一样两。我佫有一样两。因为锅传统的锅烧意面吼，有一块鸡鱼片啊。嘿，对，啊虾啊可能有虾啊片啊，也有虾啊，啊伊用这个。蟹肉棒取代，蟹肉棒可以取代的那一家。对，啊嘛是红人，中红光拢相共。对。好食吗？啊，料是袂歹。料袂歹。哦，啊汤头嘞？哇，汤头清新。汤头安怎？加清油。加清哦，加清甜哦。嗯。哦，安尼真好。哎，你即款是原味的锅烧意面，对啊，咱看内底有啥物件？哦，你看者来个挖出来，挖出来，有迄个鱼丸啦，嘿，肉，啊，佮有一两卵，佮一两卵，卵个酷我讲上好食，其实唔难嘞，伊内底应该佮有蛤蟆，有啊，有蛤蟆，还有蟹肉棒啊，蟹肉棒敢无？蟹棒哦，有啊，哇，嗯。想要袂歹食，看安尼好，啊，袂歹食，好食，哦，够好食的哦，哦，你是头家有甲你收买吼，还是安怎？你还是安讲哦，无哦，好呀，伊也无你照顾嘞，啊，无甲你拍折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啥？一片给我，一片就好。一片，什么？黄瓜。葱啊，然后一个。哦。黄瓜哦，哦，黄瓜好吃吧？嗯，哦，好脆哦，好脆哦，哦。哎呦，没事哦。我那加好了，你也对伊加好了哈。米露你就对伊好，安尼就对个啦吼。哦，哈哈。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今晚是迄个胡椒鸡面，胡椒鸡面，对哦，细面，哎，这是这是油面还是啊意面？细面，看起来像油面啊，是不是？油面，哦，啊你哦，我安尼用一个，不，用一个烧的多好，烧汤，用过这个迄个胡椒鸡吼，安尼用着安尼，啊你捌来过无啊？捌，哦。来看哪抓呢？来看哪抓？哎呀，来看哪抓？啊，这间是开多久啊？哦，这间应该一两档才有啊啦。一年啊？嗯。一年吗？一两档啊？有啊。哎，做新潮的啊。对。啊，你顶头来吃啥？我来嘛是拢点味的，主要是拢点味的鸡汤啊。哦，伊的鸡汤啊。汤底吼，伊的汤头吼，做特别，伊就是拢专门用迄个大盆吼鸡汤熬煮出来这个鸡汤。哦。我是要酱面，哎，有毛崩，哦，毛崩，啊，毛崩，对，但是我拢主要拢是食伊的迄个鸡汤，哦，食伊的面较济，哦，嗯，哇，赞，哦，你看料足济呢吼，哦，鸡肉，哦，搁有一粒迄个太阳蛋，嘿啊，哦，啊，咱有一寡各类菜安尼吼，食着就足爽脆，哦，赞。因为汤头赞，所以搁来一碗汤，互大家来试看卖。这是胡椒，它胡椒鸡，胡椒鸡只有汤没有面的，只有汤没有面。那胡椒的话有三种胡椒，下面是混合的。哪三种胡椒？白胡椒、黑胡椒还有胡椒粒，磨碎的胡椒粒。哦，所以这是特制的这样子。对，都是特制的。啊，如果放那个面下去的，放面下去汤头会再清爽一点。哦，是啊，因为它会再冲淡一点点。哇，好，赞。所以它单点的汤，它味道会再重。对，所以可能胡椒味会比较重一点，那、你们再喝看看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来，谢二姐来。大家大家注意一下哈。哇，真好吃。对哦，总主要伊这是讲伊的汤啦。对。它的汤很特别啦，有三种啊，这胡椒就去南美。不帮助。哦。嘿，啊，这你前段是食过的迄个面啊，好不？哦，也袂歹呢。那南面也袂歹的对啊。南面吼，感觉起来感觉较清淡。较清淡。应该是伊迄个汤头吼，这方面会吸收起。哦，是安尼。哦。汤啦，爱食啉汤。都不爱煮汤。汤嘞。好食。好食。哦。再
肉吼，入口即化，是，嗯，袂泡泡，我好食。阿汤呢？汤哦，袂歹。哇，够顺口的，够顺口，哎，舞蹈的，真正迄种，夹的迄落鸡胸，迄落空了，迄个味真正，空了，真正空了真好，哦。不过，独独鸡仔饭无吃着，来鸡仔饭来一碗。我们老头给你自己亲自炒的那个瓜仔肉燥，然后这个肉燥啊，那个肉是那个黑猪肉。哦，是安尼，嗯，你特别去选的黑猪肉，姜丝、红姜丝，红姜丝啊，哦哦哦，啊这个嘞，这是麻辣烧肉，哦麻辣烧肉，对，哦，这是老板特制调的那个秘制酱去炒的，哦是啊，哦。